Kiara，大家好。终于我的第一天上班结束了，看看我的笔记，这是我新餐厅的菜单，但是大家都是日本人，都讲日文，所以我只好英文加注音符号来翻译一下我的菜单，还有中文加画图。看看这个，我原本一直听周杰伦歌，以为一二三四念一击逆煞戏，结果他跟我说四个烧麦叫用烧麦，所以我就要做四个。我也不懂为什么不是一击逆煞戏戏烧麦，然后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。日文我看看，哦，お願いします，这个是这个已经很常用了，我之前在前一间餐厅就用了。还有饭叫做ご飯，还有啥？还有一个叫做。我就要先准备好，等一下再出。如果说鬼呢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念鬼呢，我就是要马上准备好，马上要做 service。请我姐姐来替我解答一下。